就在吃。炖一下，香啊！你俩看菜来了，肉来了，赶紧过去。什么？什么？你俩是一对，你俩谈恋爱了没有？啊？这俩肯定谈恋爱，天天腻歪在一起。今天又吃鱼头，喵！那里还有个小黑，青春与赞叹照亮了前程，谁在大雪之前一手来赶场，若心有余温从不敢确认，虽然最终都还一个人，前路漫漫。你看，今天鱼头，明天鱼头，怕你不够吃，腌了好几条。
惊醒梦中人，谁在离秋之后时常来叩门？哦，如从前。来来来，过来来。哦，人为情所困，宁愿开始秋之一个人。哎呀，没吃完，留点给你们。不是留点给你们，就把它吃完。清晨一盏灯。来，过来。人家刚吃了点饭。谁在大树之前一手来赶针？若心有恩论，从不开你的恩。谁来谁从头？哇，这盘子好重呀、啊！是的呀，啊，给他留这种。你在干啥呢？漫漫雨纷纷，谁在痴痴？两朵花，两朵花，两朵，一大朵。两朵花。我昨天晚上看你妈，小妈小妈夹的那个花可大一朵，昨天还在想他们夹那么大一朵花呀，今天就被我看到。扇子，扇子，哎，扇子，那给你妈拿走。我突然有个想法，我要去旅行了。我妹妹要放屁了，你们听好了哈。他自己说的，他要放屁。我们明天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我再也不要回来了。你们俩回来吧，我留在那里了哈。要去要饭呢？要饭。要换也回不来，我不知道咋回来啊。那个天天老是想走啊。走，我们去这河山，明天走了，出发。哎呀，哇，还捞着航拍。航拍。这是飞机吗？这是飞机吗？飞机。飞机。看看飞机。我们到医院做核酸检测了，上次在义乌做的核酸，然后他戳我鼻子的，这次他希望他不要再戳我鼻子了。我被我弟弟说的好害怕，我都紧张了。戳鼻子很难受的，我说戳我嗓子。对，我害怕。我们明天要出一趟远门。后面你在干啥？体温呢？你们这些人。还量体温吗？嗯。这是我们，这是我们乡镇上的医院，不知道可不可以做？来看一下。应该可以。王吉做核酸要等三天，小地方乡镇上。然后我们现在又到这个县医院了，县医院说快一点，因为那边有点急事。轮到菲菲了。我现在要进去做核酸了。戳你鼻子。没那么恐怖。